几年来濒临危机的途中茁壮成长了，在马来西亚这片国土上站稳了脚步。2010年霹雳华文途中复兴运动37周年纪念日大会仪式正式开始。37周年纪念活动，也感谢各位各校的配合，提供展出资料，使到这次纪念活动呢能顺利的进行。另一方面呢，是要自我鞭策，提高危机意识，在充满挑战的大环境中不断发奋图强，确保途中不断前进。由九流中联谈霹雳州董联会为全州九流中筹募100万元发展基金，这个建议以花道先生为首的工委会呢积极展开了这个筹募运动。民主制度有进展，我们的华教的目标还没有达到我们